弹琴、敲鼓的、吉他、贝斯，还有音箱主、PPT 和这个翻译主、侍奉主的，都向神交托，愿我们各按其职来敬拜赞美神，讨神您的喜悦，求神您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愿我们每一个侍奉的程序都能够交托在神的手中，一切顺利，充满恩典。在以下时间向神交托，这样祷告，感谢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平安。啊，我们今天又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向周围的弟兄姐妹以及在收看网络礼拜的周围的朋友们，我们来向他祝福：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一起怀着一颗赞美神的心，我们来一起来唱。敬拜荣美主，诗篇86:9-10说：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荣耀你的名，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，唯独你是神。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来荣耀神的名。我们的主纯全美丽，我的主纯全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，
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我们一起来敬拜荣美主。我的主，神是配得尊崇，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来去传扬他的福音。虽然我们是一个极其微小的人，我们也是罪人当中的罪魁，但是如今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再去羞愧，愿意放胆传扬神的十字架。我们来做一位十字架的传达者。小的人，罪人中的罪魁，虽然如此，救不到我。我恳切期待盼望，不再羞愧，放胆传扬主的十字架。传扬到世界各地，如今，如今无论生或死，都是为了主荣耀。无论生或死，我属于主。虽然如此，主呼召我。
能够成为一个十字架的传达者。耶稣曾经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如今也是一样，愿意来背起神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我们愿意全心的来跟从主。今天我们恳求主，神啊，你差遣我们传福音给贫穷人，无怨无悔的来服侍你。我们一起来赞美，差遣我。主，我全心祈求你赐下恩膏，更新我灵，属天能力使我自由，主差我。主，我愿世人看见你的尊贵，你的荣耀，万气归拜，万口称颂，主差我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为人传主福音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愿去，差遣我。差我，求主彰显你大能，让我成为你器皿，随从圣灵传救恩，主差我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差遣我，我为人传主福音，差遣我。
今天的礼拜的祷告。感谢神，通过我们今天的赞美，主啊，愿主你让我们在赞美当中能够来遇见我们的神，在赞美当中能够来体会到神你对我们的爱，神你对我们的呼召，神你对我们的命令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来成为一个十字架的传达者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接受你所差遣的人。哦，主啊，你所愿意的地方，你心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主啊，愿主你怜悯我们，你可怜我们，愿主你也通过今天牧师的讲道，也再一次对我们的心灵讲话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把接下来的时间都放在你的面前，愿圣灵能够来在此时此刻能够来做那更新预备的工作。主啊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